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造这台奥佛拉本子。那这台蛮像一开始玩 GTA 剧情的时候，它一开始出现那台车，就是它后面会有这种东西，这个管子不知道叫什么。那护具的话，我改全满是5万块，车体它有客制化的侧边通风口。它其实就是多一条的这个东西，好啦，这样其实还蛮好看的。那刹车赛车级的话是35,000，保险杆的话有前保险杆跟后保险杆。前保险杆的话原厂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定风翼，这样就比较快吗？啊，既然有了就给它买吧。后保险杆有碳纤后扩散。好，买。引擎升级到满的话是33,500，加速就满格了。排气管的话有原厂，双排气管，三出好吗？好像抽很多根烟的感觉，没有啦，那就原厂好了。车灯改，用套件改，3万块。侧裙，碳纤侧裙，导流板，当然就这两个，原厂跟导流板。好了，加好了，虽然我觉得它不怎么好看。竞速级的变速箱4万块，涡轮5万块。啊，这样车轮跟车窗啊，那我先改那个喷漆好了。看不到喜欢的，那来个经典的啊，经典的就是银灰色啊、法师钢这种类型的，好啦，法师铝。这样喽，外面在下雨，等下试车的话，小心开好了，避免打滑。居然给我出太阳太阳雨吗？
好，开回家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